所谓的不插电的，就是说我们先用一个乐器呢做一个轻伴奏，嗯，然后呢后面呢有电之后呢，所有的乐队再加出来，我们听听看这种歌呢用两种的那种溃靠出来的味道是怎么样。嗯，好，我先从淑妹开始好了。淑妹在这里面算是前辈，嗯，前辈先示范一首歌。哇，你讲哦，这些晚辈的旁边呢，手卡练琴，哎，你不要看，每个人都很厉害。对啊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厉害。对，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。是，万一有脱垂的地方，我们也不会 NG， 就是这样播出了，好不好？你现在在吓我吗？真的是这样吓我吗？姜蔚有一首歌，我觉得蛮好听的。这首歌用这种方式来唱应该不错，叫做《无言花》。嗯，好听。莫言辉是，由你开始来唱，好不好？来，亲爱的秀。是谁？
太棒了。平常我们听这个姜蕙的版本唱《无言花》的时候，不晓得用这种吉他的这种清唱会有那么好的味道。嗯，这个尤其也没有想到伴奏能够把这个吉他弹得那么好。啊，不是啦，刚刚是老师弹的。刚刚是老师弹。